色长版衬衫李心洁暌违20年重回到歌手身份，登上大港开唱。连唱好几首招牌曲，唱到一半还把长版衬衫脱了，穿着细肩带洋装热唱。李心洁好久没有回到台湾工作，这一次除了是在大港开唱之外，接下来在四月也有他的全新个人专辑。大港开唱可以说是他的暖身，在博鳌艺术特区登场，吸引了好多粉丝来到这里看他唱歌。东森新闻 SNG 方中为林嘉生在高雄报道。